师兄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我真的好想你。我就绝食三个月，饿死秦王，替天下人除害。你要是不吃，寡人就这样一颗一颗喂你。竟然让丽姬她生下了公子，以后她在后宫岂不是更猖狂？卫女公孙氏力量人，因产下公子，特晋升为一品夫人。 为了让孙媳妇你担负起养育公子之责，诗、书、礼就有劳丽良人重新誊写。小心刻字的时候刻到了手。未来娱乐台，丽姬传。